把男人器官最重要的1%切掉，什么都没有啊，胆识都没有啊，不要讲了99%。今天是李国修的一个追思会，各位知道今天马英九到场，你知道场景吗？他应该说谢谢各位稀稀落落的掌声。但是李国修的遗孀出来的时候，全场爆以热烈掌声，人民心中自有一把尺。是李国修讲得很好啊，一生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功德无量。马总统，你有把总统职务做好吗？还是你跟咸丰皇帝一样逃避呢？跑到避暑山庄躲起来，外面有英化联军，内部有太平动乱呢？台湾情况坦白讲并没有差多少的，政治是有是非啊，但是如果你不讲是非是有因果的。洪仲丘案它是个案，但是它是我一再说的墨菲定律，军方不断的出错才有这个后果。是个案也是同案，我们对司法人员已经七成不信任了，我们对军队的信任会超过司法吗？今天是军队里面有穿制服流氓啊，在进行黑道的事情啊，这事实啊。奥古斯丁讲最好，他说什么叫公平正义？一个国家社会组织如果不讲求公平正义，这叫黑道组织啊，这不是国家社会组织，我们坚持原则在这里。我几年前特别用曾国藩的话，你要当军人，要当将军，良心、血性、有勇气、有自律，我就指良心、血性这两点就好了。你们今天的军人就像满清末年的八旗嘛，各位知道八旗最后住在哪里呢？一个城墙里面，还有一个内城，那个内城在满城不敢出来打仗。今天军队跟住在满城里面的八旗有什么不同呢？我再三说，我们今天所坚持的大埔案也罢，洪仲丘案也罢，这就是公平正义，因为一个字叫 right。 什么叫 right？ 做正确的事。什么叫 right？ 人权权利。什么叫 right？ 私有财产权。这三个都不容侵犯的，不要找各种理由来侵犯它。什么交通事故啦，什么权宜之计啦，什么都市开发啦，你至少要尊重人权财产权，做正确的事嘛。我们坚持这个原则啊。我说过了，洪仲丘案、大埔案已经把人民跟马英九政府的信任纽带已经彻底撕裂了。有愚蠢人去辩护没关系，但是我们非常清楚的，我希望整个公民社会你要站出来，政府垮了，我们人民还要继续往前走，不是吗？这一点，人民你要用公民社会力量展现出来，让政治人物知道厉害。对啊，这两个案子，大家为什么这么关心，甚至是这么样的生气？就是我们希望第一个，我们的房子不要随便被人家拆了；第二个，希望军中的好人，希望洪仲丘是最后一个不幸的这个个案。现在不是在摧残任何一个地方，我们都活在这块土，我们都是爱他的，是我们都很理性建立洪仲丘这个案子。第一个真相赶快是清楚的，第二个起诉的罪名我们很理性在建立，就是凌虐致死，这个罪名是要赶快改，这是马总统还有军方可以马上做的事情。不要大家接受你是高高起起，要轻轻放下，包括洪家人家要的是什么，让第三方赶快进来，这真相然后起诉罪名改变，第三方进来，这个这么难吗？另外一个大埔案不就是一样吗？你为什么急着这时候拆呢？多尊重点人情慢慢来不行吗？不行啊，这是刘县长的面子。我不要讲那么多，如果观众有兴趣，因为张耀房这个地方不难找，去现场看一下，看那个两边的路有多宽，自己去看看，看过以后你就会知道说，拆这个张耀房真的有那么必要吗？去看过就好了，我不用多讲什么，去看过就完了。至于刘县长呢，3年前就是已经用偷袭了，只是被挡到了，被大家挡下来。至于吴副总统讲这么多话，反正他话一向是这样讲，我一句台语的。你要叫各位赢阿威，你要叫各位赢阿威，是。I know you're out there, but I don't see you in. Maybe I'm weak, but I feel so strong.同级车最省油，最爱北极熊 ，Big Tita 全新上市。本月入主尼桑全车系，享超低月付3999，加赠8年保固。
IKEA 绝版品出新，全面五折起。Take the weight off your feet, take the load off your mind, make you feel so fine. I just wanna get close to you. Lazy boy, lazy boy, you know. Lazy boy 休闲椅，舒服让全家更爱坐在一起。Lazy boy.给爸爸最舒服的椅子，父亲节全面八折，再八八折。也许你不知道为了爱跑过了这么多的路，但是你知道为了爱你想继续跑下去，为爱而跑，乔杉姐。